天天都吃大的，我来吃个小的就是了。你不能吃，吃到吃饱中毒，不能吃了。螃蟹都吃死了。啊，吃饱螃蟹不能，我做事都不能吃螃蟹，吃到中毒。陈总儿，我出去有点事，你给我点草麻糕喂一下兔子，我把回来都烂了。要得。后面你在这耍啊？嗯，要得。要得。我给他一路去包。在哪里吃啊？我兔子啊。那你过啥？怎么？抠门，你割过兔子草没得哦？肯定割过的呀！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，婆婆不许几十只兔子，那一睁眼就婆婆就喊我走上山去找兔子草。这是兔子，就是割草恼火，吃起都是香得很啊！哎，这片就是兔子草，我在那儿去割，你在那儿站着耍哈就是了哈。你割那个来喂兔子啊？啊，这专门种的菜的嘛？这专门种的喂兔子的嘛？哇塞，吃点嘛，吃点我吃。哎，我掐点钱钱给我吃，让我给兔子抢下食物。啊，你掐噻，掐就回去炒起噻，我来扯起喂兔子就是。好奢侈哦，原来你们的草草长这样。主要是吃不赢。怪说不得了，你那个兔子也没吃，原来是吃了那些的，那些那么好吃。吃坑坑菜的长得乖是不？我帮你去扯嘛，扯那一块的嘛。你不需要扯的，你去卡尖尖嘛。你不是说吃腾腾菜嘛，你去卡起弄，你就吃噻。好嘛，我觉得你的兔子吃的比我在街上买的都好。都不是一样的吗？绿油油的，长得又大又茂盛，看到好难哟。绿油油的、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掐了，我还是觉得好可惜哦。要把你扯下来喂兔子那些尖尖掐下来，我们炒起吃，然后刚刚。底下的豆豆拿来回兔子，要得，走了嘛，走了，有那么多了，哎，合适了，是吗？走，我给你凑起来，带得动吗？哎，背得动，再那个一两百斤，帮我背得动吗？真的啊？啊，那我也进背兜了。越不行，走走了，哎，你看你吃了把腾腾菜，像吃的花儿一样啊。兔子，快点吃，多吃点，长肉。看你们吃那么好，不长胖点噻，就对不起腾腾菜哟。连他妈都黑到别个走带都去了。快来，快来。一把一把的喂，哪个你那么走喂了，走了热得很。来，那么子丢进去就行了，啊，好，快吃，走走。哎呀，好热，吹点风扇。你都回来了吧？啊，回来了，我刚刚超市没买啥子。来，空儿，来，我买了点零食。哇，买点小吃些东西，来，还有薯片，还有面包都行。啊，一样买个点，我也不晓得买点啥子，行吗？我又买了辣条。来，刘总，那个是这么久你看超市买的，你尝下，看好不好吃？我学你吃哈。我学他吃，你一个人吃。来，我们吃16，啊，吃16。啊，你这个我去吃完就弄这个去。你个人吃啊，我拿给我吃。你很喜欢吃肉吗？啊。我比较喜欢吃脆食，但是他们那个有点黑。他那种是那么吃的。那你吃是那个？我不要，我就吃16。哎，你吃啥？我喜欢吃16些。那你去吃，我吃。好嘛。嗯，没得好脆的。肯定才熟的，没得好甜的。好了，饿了，好了。嗯。我吃16就喜欢那么子一把一把的吃，看到没？在哪儿？我不要，我吃16。那实在多好吃啊！我妈妈带你走了干啥？我再去找她拿一罐。妈的，柿子咋的？可钱？我再吃罐。冰箱里头，你那个吃完个啦？吃完个啦？你个人吃的啊？我个人吃的，她又不吃。要来，快点走。要的。只许拿一个啊。为啥子啊？喊你拿个嘛，就拿一个啊。好吧。你要弄啥子哦？弄好吃的。你啥子好吃啊？好吃东西哇、啊！耶，还有螃蟹那些好吃的啊！啊，好！耶，这样是伙食可以哦。我妈要蒸螃蟹。真的？嗯，来，我吃螃蟹。可以。妈妈，妈妈要吃好吃的喽！哇，好香！耶，这好了都。哎呀。哦、来，口味儿那个大点，你吃。你要不要我吃这个？你吃那个大的。我也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吃这个，我看大的，有没得买大的？看到好安逸哦，最我的最爱。哎呀，你们都吃大的，我来吃个小的就是。你不能吃，吃到吃饱中毒，不能吃了。螃蟹都吃死了。啊，吃饱螃蟹不能，我做事都不能吃螃蟹，吃到中毒。我不能吃啊。
你不能吃噻，你吃了柿子还不能吃螃蟹，吃了中。哪个说的吃了螃蟹要吃柿子还不能吃螃蟹了？我怕没得龙骨。哎，不能吃，你查一下嘛，真的不能吃啊。不能吃啊？我也晓得。真的不能吃，我现在手上还空了不吃柿子啊。跟你说吃了这么多，啊，我觉得你都是故意的。我呀，你也晓得。这么多螃蟹，你们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那点点，你放心好了。哎呀，我好香哦！哎呀，那柿子好脆，我还要去吃个，还要再去拿一个。哎呀，那么吃得完吗？有那么多个，你俩我们两个吃。好，要得，我们两个吃，我们两个慢慢的吃，快吃完。你们哪个供我吃嘛？那个留着些，明天我都要争取就吃了噻。吃不得，明天把薪酬了，我们今天就要给它吃完。吃了，等叔叔回来可以吃。我们今天还要吃，明天看薪酬。啊，冰箱的柿子还在了，我先仔细些到拿了过。你明天给，明天你吃柿子，我先给饺子喊你不要吃柿子的。哎，闻一下，给你闻一下。哎，闻都不能闻喽。啊，闻都不能闻了。是啊，不能闻。